不管是个位数还是小数点的差距，都告诉我们我们就差那么一点点，很有可能，非常有机会。这个民调的拉近哈，不管是个位数还是小数点的差距，都告诉我们我们就差那么一点点，很有可能，非常有机会。那所以呢，我们真的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啊，做一个最后十几天的冲刺。那希望我们所有的支持者，可以跟我们一起做最后的一个努力，最后的一个冲刺。那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有很多还需要努力的地方，还需要进步的空间。那我们会在所有需要改进的地方，在接下来十几天做更多的努力，更多的改进。